小彩旗这是要复出了。6月29日，小彩旗惊喜现身杨丽萍在广州的第100场巡演现场。只不过当天小彩旗并非作为舞者登场，而是在谢幕时登台致谢，以及吹灭100场的蛋糕蜡烛。当天现身小彩旗打扮仙气飘飘，一头长发颇有杨丽萍的味道。不过她身材发福，看起来长胖不少。面对偌大的舞台，她也丝毫不怯场，看起来落落大方。据了解，小彩旗此前退圈，在英国留学，这个月16号才返回国内，还晒了和姨妈杨丽萍一起聚餐的照片。照片里两个人看起来有些生疏，而小彩旗也在评论区回复网友，表示自己会回国工作，不知道此次惊喜现身杨丽萍的舞台，是否是在为赴工作准备呢？我们拭目以待吧。